100年度全国原住民运动大会，从99年1月起就进行筹备工作，直到100年3月28日止，整个原住民运动大会圆满落幕。但为了提升台东县之后办理全国性赛会活动及传承原住民运动会办理之经验，本次运动会后便积极筹划检讨会议工作。不过呢，我们办了一个这样大型的活动了之后，我们还是必须要来开这样的一个检讨会，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地方我们还可以再更进步的比方说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整个成果开幕典礼啊各方面都非常好，但是实际上在媒体上面的曝光的效果并没有我们预期的好。对这个全国原住民运动会来讲，大概可能要到下一次再接办，可能要有蛮久的一段时间哦。但是各位可以把你们的经验留给下一届作为参考。除了针对各缺失事项及建议事项分别进行讨论之外，本次运动会仍有许多关于各部优良事项也经过整合讨论，望可让相关单位都能够更好的执行经验，以利台东在往后办理大型活动能够更加的完善。东台新闻杨国柱、陈婉瑜台东报道。